我是Ian，今天我们来到义中街。义中街就是不想夹公仔，因为我想要夹娃娃。然后我们要来跟人家 PK 了，来直接把我们的重点请出来。PK 对手居然是牛牛，牛牛 因为我们要夹娃娃，所以派牛牛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也要派碎碎。好，还是推出正确人选。没有，他们可以轮流，因为碎珠比较不会夹，所以他碎珠敌死不从。好啊，对，好了，那我们目标就是这两台到的话，那我们一人就是可以选一台。好啊，那如果有随时想要换的，我们500块可以有一次换的机会。不然简单就这样，500，一人500，一人五百是不是？好啊，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人先打500进去，然后再换券。啊，剪刀手不赢的先选。那我们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先选。先攻哪一台？这台看起来比较多，但这台看起来比较火，就看你了。先攻哪一台？都可以夹，两台都有可以挑的。这台感觉可以出，这台感觉也可以出，对啊。那个是圆圆的哦。哎呦。哦。好，那我就选这台。好，你们先选这台。好。那我就先这台。那就开始，开战。我直接先拉后面了，哎，后面拉不到，完了，后面居然拉不到，我还没想说先拉后面啊。我是选错牌了。没赛，先拉后面，我好久没有打大娃娃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哎呦，你那什么招数？就好了，夹光光，他要500块，然后直接清牌，像出来喽，没有，他右边的拉不到。没有，这台比较难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你要胜率比较高。可是右边有一个利基点哎，它上面有夹三手，夹三手，哦，再我多一只，那你要夹三呢？夹三。还有夹二手，夹二手这里吗？啊，有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原来娃娃不简单啊！娃娃现在也越来越不简单哦。我以为你要小小娃娃哦，小娃娃，小。我会不会500块都两个一起共估了？有可能，那很丢脸。哇！啊！哎！啊！换棒了，哇！这样换棒了，出绝招哎！我想要夹的，但是夹不到。哦，我先夹那个不是圆的小熊维尼。出来！哦哦！哎呦！又回来了。完蛋了！不知道，压力好大，快，压力好大。换你画面。哇！要数一下，各剩多少？好，数一下，我还有150，我离500还有150，180，180哎，多30块。哇！那再继续啊，继续啊，来。我要夹小石头。我要把你剩下的好夹都夹光。不行，快怕哦！我的龟壳。哎哎！我的两只捞起来竟然夹光，不行了！我啊！哦，有了！嘿！台出了，我要加钱。有一个吗？我们还有80，还有80哎，不行啊！你们惨了！我再80块再夹一只，你再不行了，我脑子闹出来，不行啊！哦哦哦！我
就是要结束，你要把这一只打走。啊！这是十块。十块。耶！十块出货吧。好。多一块。好。好，不行，我们会刮掉。哇！碎了，碎了，烂了，烂一个大位置。好，剩十块了。啊，浪费浪费。你现在看起来想要剪是吧？对啊，要护剪啊，护剪，你还不知道剪我的。不是啊，护剪。没有，护剪。我刚刚有十块掉进去。太贱了，那你剪剪的回来再给你剪。一样，爸爸，爸爸，不让了，不让了，不让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合理啊，合理，好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来，那这打就直接没了，对，直接没了，好 ，Yes， 捡到一个位置，夹这个板过来，不要，拿错，打不到，我躲起来，哦，进来放拍嘞，喂。回去了，捡到，那输了，哎呀，啊，我剩下多少能力感觉？好烦啊！有，耶！好，那个圆圆都被你夹过来了，对，完了，你要拿点点。画过来，后面这个东西拉过来吧。哎、欸，有了！我靠！他追不到了！要出了，要出了！追不到了！爆花来了！我觉得他爆花超级假小妹一样。我觉得他想赚了，真的，因为他天地太高了。霸王花来了！怎么可能？霸王花，霸王花竟然夹得出来，没错，可以的了，太屌了吧！我头子有，有没有碰不到？哎呦，但是我这个位置固定很好。对啊，不好不好不好吗？不好，好，拿出来，有了，又一只出来了，小只的，哎，卡了一下耶，卡到一半了，不出来，看不到啊！耶，我要出了，我先夹这个，因为它皮条就挡住。小弟要出了，你要出了，我要出了。哎呀！哎，碎碎有了，啪！啊！我不要再出一个了，不要再出。有了，你又出了，我又出了。那你可以跟我弟装满了。好，追不到。他已经超过两分了，我两分夹起来会。哇，那个鲤鱼王好像拉出来了。差一点点。老板，你看可不可以把爪子夹断，算你赢。卡住了。卡住了。可惜没有在动头。看我出一只的机会，真的哦！跳上来，跳跳跳！哇，都有够新！哎，哦，他就卡那尾巴，靠近不了。别跑了，那个尾巴被卡住了，不会到前面了。水灵珠，绿水灵的那个尾巴，有。哇！被第三分了，还有哎，你还有，别来了，蛋都绝了，差一点呢，有没有？冲过去拼大叫！哎呦喂！看起来不太可能的，过去，有，赶紧躲，差一点点，你过一半。没了没了。
没了，剩20块。所以这是蓝色的水淋给害死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最后的10块。我有，你别动他。卡住。啊，没了。OK， 公布解答。总共6-3。对啊，6-3。你对呢，你要帮我加一个。对啊，好扯哦。好。不是幸运哦。不是，这重点是这两台怎么右边都拉不到。他都把你挡住，不然你拉最右边。那右边比较有天地，打法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如果右边可以拉出来，一定还可以出。对，那我就拿2只娃娃出来抽。我也全部了。你也全部出去？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没有。没有。那我们就抽这3个。在下面按赞订阅推大家，那我们每周二四出片1:80到10:30的准备下5:30，别忘了订阅奥尔 TV， 加油。对。然后礼拜六晚上会交话直播，另外不要忘记富士丸中立区中山路310号，你们在哪里？云林县964中立县东路29号，没错，就这样子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差不多嘛，看，损失10块，靠北，不要这样子，我实力也要捡出来，哎呀，不要跟我道歉。10块掉下去变5块，是这样子吗？有这样玩的吗？怎么变这样？你跑去哪啊？快点，封面，他爸跟我道歉了。